平等嘛吼。那安尼咧，哦，人人都会当感官生活伫即个世界。如果咱若是用安尼话，对一个家庭、社会、团体、道场是最稳定、最和谐。各位先生有认同吗？有。好、哦，所以讲要集思广益啊。啊，当然呢，啊，时间在超过了啊。见不见人类自性？啊，如见见善如不及啦，见不善如殃，如探汤啊。哦，就是讲哦，只手向外，唔知讲咩是烧汤嘛，啊，手春蕊。会烧你敢会是应该，还是放伫遐去烧？丢开，丢开。哦，咱若电器较好，放伫遐烧。我咧会去放伫遐咧烧啦。哦。哦，因为家己解好个哩。哦，人是啦，无着烧一份就丢开啊，吼，就解啊。啊，毋是无啊，袂歹哦。咱像咧汉化书，这是破解的缺点啦。所以讲咧，啊，三因缘必定我师言，得一生必修，一不成即改。言归性言，实理无过。个人改善不大焉、啊、所以观察法人不是改变法人，是对化家己，不断的、啊、求进取、啊、这一、啊、这敞开不是避开、啊、因为在心不在想避开、啊、呵呵你自己搞我说我说不对，刚才是敞开的、啊啊啊、所以我们敞开家己的心胸，面对美人，美人精彩既承认既赞叹，为别人鼓掌，亦向别人学，啊，力所能及，啊，咱来向人看齐，啊，见身边，啊，看着身边不好的现象，不去嘲笑讽刺，啊，啊，不去张扬，啊，啊，嘛呢，仁义无分量。等你在讲法人的时阵，你先认为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？你若安尼就批评人家啦，敢是？啊，如果搁批评你对头，人家嘛唔知家己对啦。哦啊，不过这个都是在修行的过程，迄拢不要紧。我话呐，安尼话嘛，以前大家先包容下，我把时间甲机会啦，卖长个啊。啊，安尼就啊，安尼我就害啊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来认为家己有缺点，对人不求全责备，待人宽容不苛求。哦，所以讲咧，透过别人的缺点来反省着家己。所以讲，伊实修讲半钟的上上反省的课程，不断的改善自己。哦，孝顺法显，创造人间净啊，这个清净的佛陀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各位超贵的佛人间啊，后天的啊，应该感应哈。啊，当然，这段咧啊，也多不足的地方啊，因为后天反思学习。我们不止呢，哦，阿弥陀佛，我们上根慈悲啊，能够是最啊，我们不前人慈悲，哦，阿弥陀各位的关系，在座各位浅显能够啊能够包容啊，能够指教，最后或许呢，祝福大家啊平安啊健康啊，福慧圆满，感恩。啊